区一年住建，我们遭受到很大的困难，根本没有一天好日子，大家辛苦了。经过身体面临天津总代一建筑一片中心到国家，有一天呢比你过去还要多。时光散当总之都能心心念念为国家一片忠贞保障过，开大门走大路，经过家乡凭着这份精神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。冬天将至，春天不远，正是我们化南方为前进行动的一个时候。我们要对每一个同胞说，我们一定会还给你们幸福的生活。